会是黄金周，我们租不到地方，没有任何的基地餐厅准备，你们要自己去找。我们要自己去借，去哪里？自己想，手机给你们都可以 Google。一起去就好吧。一起去吗？分组了，分组。那 Timmy 跟各位自己一组，因为讲日文啊，这样。哦，我跟中间一组。一起吗？姐，你是抛弃我吗？可能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可能会变成中间太太。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不错，不错。于是我们决定公平的分成两队。你的一组，拜拜。经过我们的讨论，下一位赢的人会和以威编成一组。赢嘞！那要再开始哦，赢的跟我们一组，最赢的那个人跟我们一组。赢的，最赢的，好来，不要赢了，拜托。哇！剪刀石头布。你哪时候不赢？你为什么今天要赢？结果分成了以下的两队。我们不能拍，摄影机也不能进去。啊，好，没有申请。是真的。嗨，こんにちは。被拒绝了。不是，不是拒绝，是我们的时间，我们时间搭不上。大丈夫かな？对啊，这大丈夫かな？大丈夫かな？ちょっと怖い。你好。怎么办？怎么拉上了？嗨！嗨！テレビジョン。クル。嗨！こんにちは。嗨！哎，我们进去，我们进去，然后就问了啦。如果他们不忙的时候可以进，对，是是是，是，但他们好像没有不忙的。等一下，不是，我们要不要？他们在营业，他们在营业啦，很多客人，很多客人哦，那很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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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谁想？キッチン借り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大丈夫。哦，加油！我就跟导演说，我就跟导演说，好。お疲れ様。嗨嗨嗨！お疲れ様。嗨嗨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大丈夫ですよ。所以这里都可以借我们吗？不过全部借ていいんですか？はい、全部。OK。那什么地方要注意？什么地方要注意？なんか注意点ありますか？没有呢。No。没有。OK。好 free。那可以教一下我们怎么开火吗？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。どうやって火つけるかだけ教えてもらって。日本語ないの？あ、僕日本人です。僕は日本人です。日本人。はい。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！びっくり。哎，那不是开玩笑，那有点吓到。好，那无极大赏明明就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对啊。天哪，刚都骗我。哦，一样。就先好。好。OK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来吧，现在开始了。先拿杯子、面粉、鲜货。面粉。很开心，终于要开始了。就是，我们已经旅游一天了，不能再旅游了，我们要认真了。然后量，但是我们不是有电。但是我们不是有电。你怎么了？是因为这？他是。哦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？没有，我帮你拿油，这就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吗 ？Kimi， 然后你等一下拿那个中的，因为等一下要拿来放这个要醒的。啊，我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还是要蒸啊。对，对啊。等一下冲一冲就好了。小心你的手。哦，你这不，你不要切，你哦，你切好危险，你去削这个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可以装进来。你是说这个吗？对。好。好。
吃。哇，这个香，我送来。阿爸，你要接我？可以。嗯。你会做菜的吗？妈妈，一点点。一点点。这个还是要蒸的。所以你在家里都不会自己。他还有，他还有。所以你是外带。外带。外带的。不会烫，很烫，很烫，小心烫。好，谢谢。你看陈泰的那一座，哇哦，好酷哦！这样你以后会做，你就可以做给家里的人吃。葱是只用那一段，是不是？你们只用那一段？面粉、胡椒、盐巴，然后加油这样。嗯，好，那你们就煎嘛，煎，炸，然后炸，炸。煎炸，煎炸，煎炸二人组。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。甜的要放什么？和咸的要吃什么口味？所以我们刚要把所有那些甜的、咸的东西要拿进来。来，甜的、咸的。这里拿了一个蜂糖，一个炼乳，然后这里蛋嘛，然后这个你要加蛋是不是？那我等一下试做一个没加蛋跟一个加蛋的这样。好，这样上对上面这样子。哇。可惜，很难。那你可以再上一点油，好，然后你帮我对，谢谢。开，好，Timmy，这个给你们。好，谢谢，妈咪。嗨，来，直接可以煎煎看了。好了，好，那我来，我来。还没加酱的。就差不多这样子，还是要再吹一点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，不然会太干，我怕会太干。不要太干。然后葱不要变色就好了，这样。对。你的地瓜球呢，可以吗？我想沈康阳，五万万颗，还蛮不错。真的？还蛮不错。可是你的地瓜球好像好小，没有很蓬哎。那你试试看，你就知道。哎呦。但是它好像要蓬一点的，现在目前还没有那么蓬。其实再把那个还没做好，还把那个空气再压出来一点点，这样的外形才外观才会漂亮。哎，如果辣有一个是辣的，怎么样？辣的可不可以？以后可以吃了。嗯，我们有准备辣的酱吗？没有啊，但就是辣鲜王，但是我觉得要再放一点，不用。我这感觉很辣哦。我也觉得好像需要加蛋，没有蛋感觉少了一个什么。对，要把那个空气压掉。很辣吗？很辣吗？啊！我加蛋，太辣了。很好吃。很好吃吗？但蛋是加分的。那你做错。要蘸多一点才好吃呢。嗯。嗯，好辣！我也好辣，好辣！这两个还吸进那爆！姐，你这好吃哎！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说那个好吃，我怎么会相信？好辣！好辣！你那好辣，试了一个调味料。你吃一口看，你没有调辣椒吗？没有，这个是他们这里的。谁？主厨的。我还是中华料理。蛮好吃的，我觉得蛮香的。好吃，但是这个加这个你觉得可以吗？我现在这样子是可以聊天的，他现在是不能聊天的，他还没好，我好了。给我们没有学过的东西来。他比较辛苦，但是这些现在火又不是我想要的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考验。你看这个又不漂亮，你说。火太大是不是就很容易焦，对不对？就焦了，这不行啊。好可爱哟！喜欢甜，就给它甜下去。你等开心就好。很甜。酱油膏什么？导演，你试一下，欧油够不够？你
哎，这个比较空哎，这比较空。还要两天这样啊啊！我知道为什么了，拿出来要有电风扇吹了，记得了啊！你要有电风扇。我们现在决定了酱料的部分呢，我们用这个刚刚在老板的餐厅里面用的这个，对，配上我们酱，去是买的吗？这个是送的啦，但我们之后就跟他订了，跟他订，他也有大罐的，所以所以这是我们独特的酱料这样，然后我们的葱抓饼。要都会加蛋，除非你对蛋过敏就可以不加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配上这样，对，送出去这样。对，好，我们决定好了，我们乌台的这个甜的跟咸的都决定好，给自己鼓掌一下。休息，回家休息了，我们可以休两天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没有休息。什么叫没有休息？不是已经好了？这里跟这里啊。明日プレオープンをします。明天我们要做试营运。今天怎样？你说。浜松の遊園地で屋台を出します。我们明天要去冰山里面的游乐园。太累了，长官一直急着要。来看一下，拍这些长官没有人性的长官。没有人性。没有第二集要摆在他们说的。对。是你们说的。脚本，赶快重写脚本。要两百，两百 yen， 你不是试一下，你不是说试一下吗？好，赶快收一收，回去睡觉了，明天要摆摊了。